穿越火线全新版本超级佣兵震撼来袭。超级佣兵版本更新两种玩法，两张地图，两张兵种卡，三把战斗武器，六个男角色，两个新道具。新模式超级佣兵 TD， 可以使用战场兵种卡进行战斗的团队竞技模式。玩家进入游戏后，等级随着时间增长而增加，房间内所有玩家等级相同。当玩家五级以后，可以使用兵种技能杀敌达到指定数，或者到达限定时间杀敌数最高的一方获胜。玩家可在个人仓库中的兵种卡管理界面选择战场背包，进入后可编辑战场背包中的武器和兵种卡，也可以进入房间后在战场背包中配置兵种卡。兵种卡与战场模式的相同，每个背包可配置不同兵种卡，战场背包和普通背包相匹配，并且战场背包中的默认武器和普通背包相同。新兵种卡战旗兵，主动技能放置战旗，选择三种战旗中的一种插在地上，使周围友军享受能力加成。战旗效果不能叠加，多个效果存在时只适用等级最高的。三种战旗：紫色战旗，范围内友军受到致命打击时不会立刻死亡，在一定时间内以躺卧的姿势生存，期间无法移动，可使用手枪进行攻击。绿色战旗，范围内友军会缓慢恢复生命，同时攻击敌人时会将一部分对敌人造成的伤害转化为自身生命。红色战旗，范围内友军使用枪支攻击时，每隔一段时间会在被击点造成小型爆炸，追加伤害。被动技能，提高自身武器的攻击力和射程。新兵种卡黄金电击兵，闪亮的黄金电击兵，黄金的电击手套将是敌人的噩梦。擒杀战，可以使用擒杀的刀战模式，在敌人背后现有近战武器攻击范围之内时会提示可以使用擒杀，此时按鼠标右键可对该敌人使用一招制敌的擒杀。通过擒杀击杀一个敌人将计算三个杀敌数。全新地图空军基地，一张交火点密集的超级佣兵 TD 模式地图。全新地图水上乐园，一张利用地图中部跳台可以轻易完成擒杀的地图。新武器 FNFL GP 步枪尼泊尔 T AWM 熔岩。新角色 2PM， 韩国当红男子偶像天团 2PM， Jun K Nick Queen玉泽演、张佑荣、李俊浩、黄灿盛降临战场。英俊的外形之下是一颗躁动的战斗之心，在这里他们用战斗来诠释自己，用行动证明自己将是敌人的噩梦。新道具中秋节名片、中秋节喷涂，穿越火线超级佣兵集结，不服来战。